想妈妈了，今天我看到新闻了，你妈的学生钱程自杀了，她是能证明你爸清白最重要的人物。我前段时间去找过钱程，他好像有话要跟我说，但是又没说出口。今天我去他家想再问清楚，可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。 12年了，也许真相我们看不到了。不会的，爸。虽然钱程死了，但是我却有新发现。爸，12年前只有钱程有机会偷走妈妈的改组方案，但是我发现他背后的那个人才是最关键的。 钱程偷了改组方案最大的受益人并不是他，而是王柏林。王柏林利用改组方案进入了大化，也就是现在的克瑞。那只是你的猜想。钱程如果不是受益人，那他为什么去帮王柏林呢？所以我才说我有新发现呀。钱程自杀是因为他买了大量的克瑞股票。 购买的数额巨大，如果不是王柏林在背后操纵，他是不敢下手的。只不过，这次搞砸了，把自己命都给搭进去了。爸，你想啊，这么些年，王柏林一直做生意都带着钱程，肯定是对他当年窃密的回报。钱程已经死了，王柏林又不是你能随便见到的人。 我认为，你还是好好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吧。当年的事情啊，那只是你的心结，你要想办法放下它。等你到了爸爸这个年纪，你就会懂得，人的一辈子会结下许许多多的疙瘩，大的小的，有时候你怎么也解不开的。你越是想去解它， 他结的越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只好先把它放下。对了，前阵子我帮你投了几个简历，都是市里边最好的金融公司。我看了一下，投资顾问，薪水高，风险小。再说，和你的专业也对口。爸。 我对这些公司都不感兴趣。我要是不查清楚真相，还给妈妈一个清白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佳琪，我不是不想知道真相，我也不是不想给你妈一个交代。如果非要搭上你的人生的话，你妈是不会乐意的，她更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女儿戴上那么沉重的枷锁，你懂吗？ 以后，妈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查不清楚真相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